发表哈，希望输出结果就是类似像这样子。好，那讲义里面也有了，讲义就也是差不多一样啊。那只是这个地方的话，有哪一些可能要注意的点呢？第一个就是，哎，它有没有重复的地方？哦，那你会发现呢，基本上它的格式好像每一个都长得差不多是一样的。格式部分的话，你会发现它一定是前面，前面的话也许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变数，后面的话给它一个变数。啊，前面的变数基本上哦，就是一般是它的列号，哪一列嘛？第一列、第二列，横向的话是列了哈。那后面的话呢，是它哪一栏？第一栏、第二栏、第三栏、第四。如果以那个 Excel 的概念，明白吗？纵向，假设你这个地方哦，横向的是要列一列、两列，有没有？所以前面的数字一二一到九，那栏的话呢，也是一到九，不过是往下垂直的方向。OK，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哦，它大概有一个重复性哦。不过如果你一次没办法做出来的话，我建议你可以分阶段做。怎么叫分的阶段做呢？我的习惯上，我们如果一次没办法做八列，那我可以先处理一列，一列先做完，一列做完之后呢，再加上那个底下一到九列，有没有？先做一个嘛，然后再把第二个给补，就是所以分两阶段哦。那所以第一个呢，我如果假设先只要先输出什么一乘一等于一，一乘二等于二这样的结果让它出现的话。那我应该怎么做呢？哈，首先第一个，我们可以先一样开一个新的 module，好，这我已经把它 run 出来。不过我们来重新再来过，OK，哈，所以你新一个 module。那首先的话呢，我的习惯哦，我的习惯是后面这个栏哦，即使在那个 Excel 或者是 Python，我都习惯这个后面的词，纵向的我习惯用叫 J。那前面这个呢叫 i 横向的，好，就列的部分，列是 i，然后栏是 j。那我可以怎么样？先输，假设我今天只要先输出横向的，那各位可以发现就是说，哎，这个值哦，好像只有这个值，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跟这个，这个是一到九，那后面的话呢也是一到九，不过是跟前面相乘的。值，好，那我们可以怎么做？一先打一个 for 回圈好了哈，那会变的部分的话，我用 for j 等于，不，跟这样应该是 in 哈，in 那个什么 range，那我一样给它什么呢？一个这个 range 产生一个范围，一从一开始到九输入10，OK，啊一个冒号，接下来我做什么呢？哎，要 print，所以一样 print，那 print 什么东西呢？哎，print 先假设前面都一样的，我先打一，乘的话用 x，后面这个数字哦，串接什么？串接个 j，但特别注意啊，因为如果是串接的话哦，那记得，因为它这个产生的一定是个数字，好，那我们一定要先转型，把它转成什么字串，才能够跟前面的字串相串接嘛，哈。所以假设我今天先输入这样，啊，最后多一个 tab 的话呢，再串接什么？一个 tab 有讲过嘛，脱衣自源里面嘛，哈，如果你要换行是反斜线 n 嘛，如果你要 tab 就是你要一个大的那个一个定位点的话，那你就记得用反斜线 t，OK，那做完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把它执行看看啊。假设我执行，你会发现，哎，一乘一到一。哦，哎，好像有一点接近了，但是又还少一些东西啊。第一个可能就是换行部分哦，哎，它变成说每个都换，如果换行要拿掉的话，那我前面讲过，你可以后面加一个 END 等于没有，就是哦，哎，后面不要帮我换行，把它执行一下，哎，这个时候就一乘一，后面还有什么等于啊？所以再加个等于，等于什么呢？等于它相乘的结果。那相乘的结果的话，再串接的，串接应该是什么？一乘上 j 吧，好，一乘上 j，那一样哦，把它做一个转型。OK，好，那这样的话，应该看你可以看得懂吧？反正就分阶段了，所以有些东西哦，你看到很复杂，其实哦，
你只要把它的步骤能够切割切割，逐步逐步的，你可以切细一点没关系，反正你就先找到源头，先慢慢做，慢慢做，哎，结果应该也可以做出来。那我们再加什么？后面这个就是后面等于的部分啊，等于有没有？等于后面再串一个东西，两个相乘的结果，它出现了，不过好像。等于放错位置，应该这个什么，这个要放在后面，好，所以这个把它放到它的后面，好，所以应该是它加上它，看吧，等号应该啊，所以这个等号麻烦，应该放在哪里？放在这个地方，好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再把等号放这边，好，所以，一乘上一等于最后的结果。OK，它这等号拿掉哦，然后呢，最后怎么样呢？最后再加一个定位点，OK，好，把它执行一下。那理论上呢，如果对的话，那应该第一个就接近了，一乘一等于一，一个 table，一乘二等于二，一个 table，OK。那我们已经输出第一列之后的话，再来就是要往下。那往下的部分的话呢，你可能就要注意，就是说，它的这个前面。刚刚是 J 是这个值嘛？J 是这个值。那如果前面这个 E 哦，也可以把它改一下，可以把它改成 I 好了。哦，I 我刚刚讲过是列，那我们可以怎么改呢？可以在这个前面哦，再按个 Tab 键，说一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在它的上面再加一个什么？再加一个回圈。那特别是哦，它回圈也会有阶层，你不能说它是同一个阶层，同一个阶层它不知道先跑哪一个，所以特别注意。我们要在这个外面按个 Tab 之后，然后在这个把这一行复制一下，把它改成 I 好了，应该可以看懂吧？意思就是说呢，在 J 的回圈外面再包一个 I 回圈，这个最难的地方就在这里啊。那我们可以怎么样？再把这个 I 的值呢放到这边，跟放到这边，再输出，其实结果就差不多接近了。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先第一步。先完成第一个待会我们再来第二个好了，我们先慢慢来一步一步，不然我怕同学一下子没办法马上先这样把它按 Shift 加 Tab，OK，然后先完成第一步，那我待会也会把这个画面照相好了，因为这样第一步如果你做不出来，第二步那更不用讲了，OK，来试一下画面先还给各位。